千我考虑一下。八千，八千八，爆满了，吓到我死了。Hello， 队友，看到这大别野没有？哦，妈累呀，哦，有点牛逼啊，这应该算是他们的郊区吧。啊，自建房来的。然后今天是有个朋友说到他这里来看货啊，朋友介绍的。今天去他家里面看看有什么好料啊，能不能发财啊？好、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你好，朋友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？你们是缅甸人吗？是中国人。啊，你们是中国人啊？我以为你们是缅甸人。哎，朋友你好。哎，刘老板。来哦，有好料是吧？老板在这里。哎，你好啊，明哥老板，明哥老板，明哥老板，坐下。好好好好。哎呀，不用啊，太客气了，使不得呀。哎，冒昧。非常非常感谢。哎，你们来收货，我们现在缺钱了，知道吗？是吧？想快钱。刚刚通关是吧？对。生意怎么样？生意现在。一般啊、哦，一般吧。没事，拿出来，好料拿出来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有没有好料？有的、我朋友介绍过来的。好的。哇，这么多、啊。非常满意的。都是没有开窗的。看一下。这个没有刷过啊。没刷过皮哈。我独整的，几率很大。黑石头啊，出奇迹啊。这里面全天起。哦，妈嘞，你看，端的，哦，妈嘞，不得了了。界面色啊。跟一起见面的话，你有看到这个？嗯，这个色不错啊，挺诱人的。那赌性有点大呀，这个。不闹雷，你说。最低价12万啊，你哦妈嘞，哇，有点烫手啊，不行啊，太贵了。来，老板，不要要12万了，弟弟跟你啊，8万8，大家都一起吧，好不好？8万8看不到嘞。8000我考虑一下。八千，八千八。爆满了，吓到我死了！行，再看一块，好吧，这块备选，确实价格有点高了啊。哇、哦啊，这个杨梅皮，哦妈嘞啊，杨梅皮会发光的杨梅皮啊，为什么它会发光？这个是有点那个皮爆的脱砂感，哎，脱砂感，懂了，爆冰的，这块多少？叫朋友嫁给你。哦，妈嘞！哎呀，完了，来错地方了，今天。没有那个。我千里迢迢开车过来的，开过来5-6公里了。嗯，这样吧。不是这个会发光啊，包死啊！这个66000，这个我估计。这样吧，你出个价吧。我出价怕伤感情啊。你出，能漏我就。对。不能漏。500。算了嘛，100，哪里买得到？老板，你是来说话，来开玩笑啊？不是这个会，你看这个晶体太粗了呀，可能就这里有一点表现，这一点。但是这里大概率也是没货、啊，不对眼，不对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那个还有的赌一下，那个说不定还赌个帝王铝出来呢。看这个过去烧，老橡皮啊，哎，老橡皮，冰种呢？肯定冰种啊，老油青呢？啊，这个不一定不能说老油青，这个是底色的，哎呦，啊，这个是底色嘞，不过确实有点肿啊，这块多少？不闹嘞，这个15万左右。你不要开那么高，开的我的头皮发麻呀！开多少多少？是，实在话，10万块钱。10万块钱。啊哦，哪里？算了，先放着。看来石头也不便宜啊，像我们以前这种买的几百块钱一个。以前可以，2010年、2013年、2012年都可以，好吧，几百块钱可以买得到了。嗯，现在没有了。这个也皮壳会发光啊，这种一看就死了呀。哎呀，皮不够老啊。不够了，那块可以，那块可以啊，这个好东西。这感觉重量不对啊，不够啊。不捞嘞。36800。嗯，对了嘛，实在一点嘛，要不然等会一桩生意都谈不成了。轻的嘛，皮坦啊，这个轻了一点，嗯，这个不对，谢谢。朋友多少？这个不多说了，想卖价这个38000。哦，妈嘞，不闹嘞。这个他说38000，我说直接给你八万八。好，多少？这个是38000，28000。我说价，你说卖，好不好？280000。这个是比这不是白菜的。你是看一下那么厉害呀、啊？再来一口，他都28000了，你多少？你看他8800，你不再少一口？不能再少了。我也不说什么288了，380000。好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跟你们玩了，500嘛，500看看能搞一个，差不多了，看一下，自己看一下。500了，不好搞，亏了，我们真大亏了。高给了，哦妈嘞啊，小咪咪的。行吧，漏给你一个，好不好？哦妈嘞，好朋友来，哦妈嘞，来，微信来，我给你转了，500啊，转过去啊，开张了，开张了啊，开张了，开张了，谢谢。这个喜欢好吧，最后。
这个病重老幼亲啊，你要66000，我怎么给啊？可以给价的嘛？不说了，一口价600。哎呦，你这样砍价的话，老板都会倒闭了。多少？4万。你来再来一口，你砍他一刀，砍你朋友一刀。冲啊！15000。对了嘛，你看人家多老实，你倒不老实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说了，给你加一点，650。不要这样啊，买不到本书啊，随便买回去玩一下的。800来，800能搞一个，来，不搞了走了。800来给你转了，一单一单啊。对吗？这个 3.3K 机器的。哦，这块好像没看啊。这块什么皮的？木纳的。这个木纳的。我操，还真有种哦，不得了了，手镯一箩筐。这个有预算了。你说要几百？你说要多少？几百啊？几百的话，多少啊？这个最低价给你啊，18万。这个哦妈嘞，人都晕了。开玩笑嘛，好吧，你这不招家不砍家没有理。我现在认真的给你开个价，好吧，乱吧。你们两个是不是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黑脸？这个买到赚到了。我都不说百数了，399，常常有99。说不说百数了？这个900。那1000了，不说了，1000。偏嫩一点啊，我也买回去玩一下，不一定能切出东西。不错嘛，好用嘛，不墨迹嘛，5000。5000看不到，真看不到，我也爽坏了。加100，1100。烫的呀！哎呦，加一点嘛，多看一下，看一下。1100就1100嘛。好朋友，爽快人，来想出1200的，幸亏没出，差点又给你血赚100。1200啊，转过去了啊。看一下这个魔王机，一刀下去，全部都是啊。学到了，朋友，这个切开病重都轻，有可能帝王你切出来啊，马力。几百，不要说几百，这个你就花1800，别砍。这样吧，不说了，399，常常有99，699，那个更久啊，399，考虑一下，卖不卖？我买过，我买，请看戏哦，来，给你了，好，你看我给你收4块了，你就几块了。这一块来，这个东西要卖多少？好好说。刚刚我说了嘛，8800卖不了。哦，妈嘞！哎呀，杀了我吧！我也不说了，1000。以后你这样开价的话，我们以后有货不敢卖给你了。1500。这种话我们市场上随便乱卖89000。对。那你不是没卖掉吗？那你要卖多少嘛？你直说。5800。刚才都说5000。没有说5000啊！哎呦，他都说6800了，你再来一刀。不能再来了，这个亏死嘞。这个最低价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妈嘞！我再给你加一点，1800。好，1800，好吧，再喝过水，再给我加嘛，好吧。好。哎，我也不墨迹了，2000吧，2000看能搞的搞了。好吧，加一点啊，不墨迹了，最后一口，好吧，最后一口，2002块，我不说了。不要加了，不要加了，2100了，不要了。行，太大了。那我加你个微信。那我以后多送给你高货。好。帝王你能说得动吗？玻璃总。妥妥的，广东来的大公司。那行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下次有好货，帮我拿过来看。行，好，加个微信，我联系你。不说500了，600。我们一起送了。好。哎呀，不用送了。没事的，都是好，就是加个朋友了。好，给我就行了，真不用送。啊，那我们先走啊。好，拜拜。啊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啊，应该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哈，不得了了嘞，这些都是几百块钱买的啊，回去切着玩，这一块看看能不能搞出个东西来啊。哦，妈嘞，那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啊，看一下这块还是真可以啊，你看这里有色猫，2000块钱不知道花的值不值啊，有色带，那这里也有一点表现，哦，你乖乖，帝王绿呀，哦，妈嘞呀，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，敬请期待我们下一期，到时候把它给切了哈，发财，队友们觉得今天发财了没有？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